我上前问问老板。啊，这位大嫂，请了。怎么还是二嫂啊？哦，二嫂请了。怕那鬼呢？啊！出门来的人连姑娘嫂子都不能认，把人家当做嫂子看喽。原来是位大姐，这位大姐，请了。什么事的啦？请问相公呢？你到此何事啊？哦，我是问老的呀。哦，你是来问老的哦？哎，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楼啦？我问的是五里牌。哦，五里牌呀？那我们过的就是五里牌啦。哎，但不知你问的又是哪一家嘞？乃是陈家呀。陈家呀？哎，真是。我们国的上也是陈家，国下也是陈家，中间呢还有一个陈家门。嘿，但不知你问的又是哪一个陈家哦？哦，乃是赵括许下的陈家呀。什么？赵括许底下的陈家呀？这样仔细做甚呐？我问清楚了，哎，就要告诉你们。下生姓张，名三月。什么？你就是张三月呐？莫非大姐认识我？哎，我认得。亲妈妈碰到亲戚，个鸡牛也碰到亲戚的，我搞到一身个邋遢四大的，我又是逮到邓局喽。怕难的，我啊，先把他带到我屋里去，等我妈妈回来再做调吧。